好，我们讲这个，刚刚我特别提到的这个整个台商，我们以代工产业的结构为主，包括鸿海的郭台铭，现在他的大军在中国大陆超过百万，那你可以看到所有中小企业的台商其实他们都在移开中国大陆，不断的在找更廉价的这个生产基地。但是我想最近我们卡到一个，我这一次从大陆一直看到东协几个国家，我觉得好像台商的命运啊未来越来越苦。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现在进入到中国的台商呢好像卡在那边，我在形容，我直觉感觉啊，现在台商到大陆非常像当年抗战的这个八年哦，这个中国把这个整个开放油站日军孤军深入到中国很多地方，然后呢进去之后呢，日军大概就陷在里面了。台商我们进去之后呢，一路披荆斩棘，从沿海一直到内陆，现在看起来将来的台商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大陆不断的把工资调高，那台商有最大的义务，你必须要照顾中国大陆的工人。那这个情况，我想台商可能，你如果一直做代工，可能你也死不掉，但是要赚钱会很困难。但是你的责任就一直要扛这个大陆的庞大的这个工厂的工人。那这个对台湾来讲，你认为我们假如从这个角度，台湾的代工业何去何从？是，其实这就是我讲的，就是说两岸过去90年代整个分工的这种趋势其实正在变化哦。那中国现在确实它的整个经营环境的改变跟政策的这种变向转向哦，确实有很多代工业者，特别是这种劳力密集度比较高或者是附加价值比较没有那么高的，他们其实如果还是要继续做外贸的话，中国已经变成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环境。但是对我们台湾而言，对中国大陆来说，它要积极的升级转型，它会往中上游走。现在中上游来说，我们还有很多相对的优势。可是我们在这个时候签了 ECFA， 对，一站在业者的角度，你看得很清楚，一个是规模比较小、成长又有限的市场，一个是规模比较大、成长又比较快的市场。如果你要做投资的资源分配，你一定会选择后者，对，所以也就是说，一定会有一些中上游的产业，它势必会在中国那边再做进一步的发展。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们的这个执政党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政策是要做中国的连结，因为中国连结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中国毕竟是一个很大、世界最大的一个单一的市场。假如我们拥有了这个市场的机会的话，我们有些企业有可能会慢慢从台湾的区域型的这种企业变成国际级的这个企业，所以康树跟旺旺啊，其实都是这里面的代表作。但是这一类的这个经济的利益的这个创造，有很多可能不是在台湾本地，所以我们必须要想，除了这条路以外，我们一定还有其他的路。我一直想要讲，中小企业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中小企业。我们如果走这种企业遍地开花的这种中小企业的模式，我们有可能跟韩国做很大的区隔，走出另外一条很好的路。我举几个例子哦，大家都很忽略，但是事实上经营得很成功，在东协的这个市场哦，其实像大家可能有注意到，就是台北的街头有所谓的 COCO 都可这种休闲饮品，它不只是台湾跟中国大陆有非常多的店家，它连东协现在都在快速的展店。那我们这一类的这种形态的这种事业体，其实日本跟这个韩国并没有类似的竞争者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大家想看我们的自行车，一讲到自行车，大家知道它是成功的。你讲自行车，我特别来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台湾的选择最好的一条路就是国际大厂看不起的哦，他不要哦。但是呢，小的呢，他又没有你的竞争力。是，台湾其实很小，就我刚刚讲第二个就是产业重新定位了。台湾其实在过去我们所产业定位，在过去20年，其实执政的都要负很大的责任，就是我们去挑那个会不会特别大的。你像那个面板，我觉得台湾的面板几乎啊很难很难哈。爬起来机会是微乎其微，但是那个最后的代账银行有可能一兆多了哈。那我们挑 DRAM， 挑这个面板哦，挑面板是最严重。然后后面呢，你一直看到现在的四大产业里面 LED 啦，或是这个太阳能啦，你发现台湾强的大陆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呢，把你杀得屁股尿流。所以我是觉得说啊，在这个国际战场厮杀的哈，比方说现在的这个那个 iPhone 的智慧型手机啦、平板电脑就叫国际大战场。这种国际大战大概只有 Apple 跟这三星啊，
能够挺得住啊，其他大概都很难，所以连 HTC 我认为机会都很少哦。所以我们如果定位在这种要跟国际厮杀的，台湾可能没机会。但是你回头想，巨大美利达说坐脚踏车，全世界对这个，我看大家国际大厂不会特别有兴趣。台商反而从这里面呢，它容易脱颖而出。轮胎的振兴或建大，我觉得都是我们立基的项目嘛。就台湾其实慢慢可能要去选，像我们做通路、统一超商啦、全家啦，这个都有我们的立基空间啦。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台湾到底如何重新找到新的定位？而忘去过去呢？台湾一直在追求那个大的厚重、长大重资产的投资，我相信这个可能台湾要转向了。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改掉对大产业的迷失。对，你看我们有很多这个小的产业，但是都培养都自己长出一流的这种企业。刚才除了美利达跟这个巨大以外哦，还有一个是太平洋脚踏车哦，那它的所有的这个脚踏车，它的单价至少都是十几万起跳的。哦，那因为它有独特的技术，它可以让它车身在高速的状况下比一般的竞争对手的产品还要来得稳定。脚踏车哦，我最近想到一个有趣的事，我一个朋友，他骑一个意大利手工组装的脚踏车，那他下来休息擦汗，那他把那个脚踏车啊，这个停在靠在树边了。那有人要倒车啊，就把那个这个脚踏车整个压扁了。是，结果呢，开车的人说，没关系，多少钱我赔你。他以为脚踏车大概两三千吧，哦，就他要谈和解，他说我这个四十几万买，他说你敲诈，两个现在在法院告。OK， 没错。所以你看我们台湾有这样的本事，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小企业非常擅长做多元差异化跟多元创新。那你一定要想办法，就是说除了那些想要走大型化、走全球化以外，这些多元创新的这些产业，其实它只要有一个不需要特别大的市场区块，它就有可能活得很好，而且毛利也相当的高。所以我们事实上有很多这样的这种好的这种企业的这种基础，我们要的是给它一个好的这种发展的这个环境。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你看像现在我们的这个面板哦，还有我们的这个 DRAM， 他们花了多少钱？这些钱如果拿一半放在我们的中小企业里面，你看你可以创造出多少的资源出来 ？DRAM 亏3000多亿了哦，然后呢，银行大概是亏到7000-8000亿哦，那现在面板哦更严重了。是啊，那你看我们，请问我们的信保基金，信保基金其实它是一个好的制度，因为中小企业虽然整体它让整体的经济风险降低，可是个别的风险容易比较高。那这个信保基金才几百亿而已。这信保基金在黄维生当董事长的时代，那个这个火金菇啊，灰金菇哈，那个很多的这个当时他做的非常好，现在效益好像差一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有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我们过去太熟悉制造业了，而且是这种外贸型的这种制造业。今天我们要把资源导向服务业跟导向中小企业很困难，为什么？因为整个政府机器的它那个怎么资源配置的机制全部都要动。对，哦，那这个东西如果不动的话，我们现在目前都还是口惠居多。对，好，我想这个其实包括整个国家的领导人啊，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在比。我这次是缅甸啊，我看到这个其实我感慨很深啊，这李明博是他为了帮韩国的韩商啊在缅甸打出一片天啊，他去住那个 Sedona 的这个饭店啊，一天的行程大概住一晚，然后呢跟缅甸的总统啊谈了很多合约之后呢就回到韩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各国的领袖啊面对面啊在谈生意，我们现在呢好像守在台湾什么地方都不能走。还有一个我们最近也看到两岸在谈投保协议啊，好像大陆并没有好像很真诚跟你谈哦。所以未来这个转变，我觉得过去可能国民党在批评民进党执政8年锁国哈，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我们锁在中国也是有点问题的，就是说锁在中国如果制造业一直这样下去你必须转型，但是在整个中国的这个新内需产业呢，我们政府能不能帮台商在中国市场有更大的这个攻城略地的空间或能力，这点你怎么看？是，其实
过去民进党执政呢，我们讲说这个烽火外交啊，对，结果看起来是走不通。对，可是现在我们要求和解，希望能够开给我们留一些活路，比如说 ECFA 签了以后，请问到现在我们在东协市场到底有没有什么 FTA 的进展？不但没有进展，连当初 ECFA 的推手现在都不太敢讲 FTA 了，对，他改用另外一个词叫做 ECA 了。哦，就是说这个经济合作的这个协议，那我觉得在中国其实现在我们讲它整个结构在调整，有一些是我们有机会的。我们先讲产业升级跟转型，产业升级跟转型，一般的产业升级转型在中介市场我们有好多机会，因为我们中小企业确实很灵活，很能征善战，它应该会有一些机会。可是对于那种新兴战略性产业，中国的这个方面的政策根本是为了追求国家的产业跟科技的自主性，它是高度的排他，对，政策上不放行，你根本不要想跟他分一杯羹。所以我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整个中国大陆从过去在讲让利的哦，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一回事，就是你看台湾有几个特别的强项，大陆进去而且把你这个价格整个打乱掉，它正在进行一种我形容它叫做弱台，就让台湾慢慢变得虚弱。那你变得虚弱之后呢，你必须啊更依靠它，台湾跑不掉了。我觉得这个迹象在经济上的战略好像这个样子，不然你有没有同感？是目前来说哈，我们从几个领域都可以看得出来。你看我们台湾有一家汽车公司想要利用中国市场来发展这个它的这个汽车品牌梦嘛，那很多人也怀疑说中国的这个汽车的宝座，对，王牌的宝座，就是一流企业的宝座，比方说前五大，他拿一个位置会让给你，对，你有可能变成区域的品牌，对，可是他前面的最前面的那些荣耀跟皇冠，他是留给他自己的业者。我们讲服务业，我们讲服务业好了，我举一个医疗服务，因为我们台湾有一个很特殊的传统，最会念书的学生都跑去念医学院，对，所以这里聚集了很多聪明的年轻人在这里面。那今天如果我们台湾要在台湾经营这个医院连锁的话不行，因为我们台湾有一个限制，所有的医院机构都必须要是非营利组织，可是很不巧的中国那边允许盈利的方式来经营医院，所以今天如果这一群年有野心的人，对，他今天要发展大事业，他有可能要到中国大陆去，可是中国大陆目前你看他是党大放小，他知道小的进来威胁不了他，但是对他整个经营环境跟老百姓的生活品质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他欢迎中小型的，你欢迎你进来，大型的你要进来他就到处刁难到处挡，尤其医院这种高度管制的行业，你的很多科目都受到了限制，你甚至还有一个终极的限制，他不准你雇用当地的医生。对，请问你不用雇用当地的医生，你怎么去建立在地的这种医病的关系？对，好，所以其实在中国的市场上到后来要照中国的那套玩，那我觉得我们也许有可能哦到那边去分到一点点机会，但是最肥的那块肉啊，我是觉得我们很可能会比别人更辛苦。好，这块市场最后来讲哦，就是台湾的经济看起来有很多外在情势啊都非常的不利哦，那我们面对未来这种一方面外在非常不利，内在我们还有追求公平正义很多的租税哦，这个拿着刀子到处砍哦，那这个看起来台湾的不确定因素跟我们的竞争力在衰弱当中啊，很多的变数加在一起，台湾的未来的路好像不好走，你的看法呢？是，我觉得现在确实是一个最关键，说黄金十年，我倒认为是关键的十年啊。十年之后，如果我们犯的错比较少，做对的事情，其实也许有可能真的可以看到黄金十年。好，那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涉及到的最麻烦的就是很多是结构性的调整。是。好，那包括其实现在因为整个社会 M 型化，那有一群受薪阶级，他的薪资涨不动，可是企业越来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他钱越赚越多，他可以到处跑。是，所以这两个族群，他的这个政策的这种需求南辕北辙，所以现在这样的这个冲突，其实我们的政府以前根本没有解决这类冲突的经验，其实现在就是要赶快学怎么调和这样的问题。你看，我们过去我们连经济部的这个政策、产业发展的政策跟环保、跟劳工、跟财政都不一样，
对，好，我们太多横向的这种协调，我们的经验都非常的不够。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回避了，你不去处理这个结构性的这个问题，但是你对劳工的问题，比方说像王如选对这个偷工啦什么，他就很坚持哦，每一个部位都有他的坚持。但是整个下来，马总统的角色呢？你如果他对台湾现在最关键的时刻，他的政策对吗？我觉得马总统，我唯一能够建议的就是说，他也许能够扩大他的幕僚群，是不要只是依赖少数的这个幕僚群。那因为各界各个族群的立场都不一样，一定还是要广泛的这个听取各界的意见，而且有些东西真的不要急就章。我觉得政所税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财政部不跟人家做协调，最后就草率出门，还没出行政院就已经改了几次，然后在立法院简直是不晓得出现几十个版本出来。我觉得这个前车之鉴一定要记得。我想啊，最近我看到张盛和部长，我本来对他印象非常好，但他说啊，不能让这个刘益儒部长白白牺牲哦。我说政务官为政策负责，哪有什么牺牲，对不对哦？但是你把他讲成这样的一个哦诠释的话呢，我相信啊，郑守税的下场是悲惨的哦。我们不是打战哦，所以他不是因为郑守税牺牲，这个税其实如果他博采大家的意见，我相信全民不会那么大的反弹。现在是几乎啊，社会上90%，你说我一把枪打下去，那十只鸟我只打一只，十只都会光的哦。但是台湾经过不堪这样的折腾，但是现在看起来政府没有什么感觉。我想这也是啊，全民对未来我们充满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呢，政府在研判国际形势当中啊，看起来他有很多的坚持。那这个时候可能全民呢、啊、要更加自求多福。今天谢谢杨所长。是，谢谢。好，等一下回来我们看看在这次缅甸跟柬埔寨之行，我们要请教黄奇。是，谢谢。好。